你出生在地图右上方。坏了，高手，对面有高手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压力好大呀，我感觉我要被越了。武吉绝对会被越的，兄弟们，就这三个人往这一站，我不敢选。全军出击！利用他们的弱点。单杀了好哦，太难去帮他了。泰坦助攻都没有。你也找到打野三排了。我在路上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们来决定。哎，我测你的马。我换了，我换了，不推荐，不推荐。来一把。加的很抽象吗？真的假的？对面很明显看着就是刷路跟那个打野三排的，很明显。武吉必备月。这线卡不住了，速推速推，这个线速推，你线我速推，下波线到了还没那么快。我要排那个眼。这身皮肤让我生疼。好像到不到，而我要让好像有能绕的。OK， 还行，这波线必须得速推啊！为什么？因为下波线刀很慢的，你们知道吧？你看到没？这线又平均了。我的皮肤饥肠辘辘。这是兵线的理解。虚空中第一法则。羊驼加沙米拉是五级，三级跟五级那两波看发力的。兵线打的话，你到后面会很难。这个下边要用 Q 的话，我可以用肉身去挡一下。我回来是为了那些回不来的人。小闪。装什么？这上面在装什么？没事没事，你吃过你吃过去吃过去。大体上来了。你吃过去。都处能来看吗？不然要被越了啊！我射你的马。我做个野。母鸡的。出手拯救。哎，他回了。他回了。哎，快推线，快推线，快推线。我们也会，我们也会，这个线不是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说为什么第二波线刚要速推吧，因为我们第一波没就是因为那个线是往他们那边推的，你不推的话那个线越积就是越往他那边推，到时候他推一大波线，我们到时候经验都闻不了了，那波线必须得推，没办法。我回来了。打游戏就跟下降棋一样，你要知道对方的下一步的动作，你要再去做出提前的预知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没打野，对面打野应该在下半区。没打野在上半区主播。为什么不在下半区？在上半区的红开的，红开的。下核心比我强的再来上的，看见没？看到了，是我看到了。我所以为什么还是死了？杀了吧。还有个盾。我操，他闪现好恶心啊！牛头加沙米拉真的恶心，你五级不来玩不了啊！啊，我这不是在吗？这对面打野在呀，你们这不应该压的，河道没眼的。这个位置也不算压吧？我们在塔前，没有的，在塔前啊。那没办法，主播牛头就是这么 BT，、这个、而且甚至牛头还有打。我俩在这个位置死的，你跟我说压啊！我去你六舅的吧，这个位置你跟我说叫压是吧？那没辙啊，主播。牛头开人就是恶心啊，你能顶得住牛头开吗？牛头开你不需要讲道理的，老弟。上面说收集者。我把下半区刷了，来你们上位。你给我吃吧，身上三层了。好。不值一提。
不靠谱。来了来了，主播来了来了，主播。别来别来，我先玩直播线，我要回。主要是想打龙团，龙团我有闪，对面有闪吗？对面稍微都没闪。龙团好不了是吧？嗯。最近可能等会儿都晚上直播了。找个位置 Q 闪直接开了。来来来，上面还没回来，就一个收集者，我也有个默认的。峡谷先锋和亚龙登场。你 Q 闪开我。拉一下，杀吗？杀一下，记得。哎，上面拉死了。没事，不行啊，出了什么耀光？点。这边谁飞？九恩飞。主播已经笑不出来了。装什么可爱？主播别装可爱了。世界一直在变化，结果由我做决定。主播笑不出来了，好好玩吧。
五音，四次不交三。公速写到五音，懂都懂了。还在练表情，好恶心啊！来龙，这龙拿好打吗？我们这一差很大呀。你一差很大吗 ？C 位没差呀。正在被攻击。嗯，就上单差两分。其实我觉得。试一下。嗯。哎，顶走了。倒是勾一个呀！哎哎哎！全残，这个全残。哇！拆拆拆！你们拆，你们拆，你拆！别管我，别管我！拆拆中！管我，我能打。我只能说，安踏这波大招打得好，你别叫了。对面想开，然后结果反手全被控了。开盖塔，开盖塔还能开。提莫都是也能越的，他至少只能给一个。帮我点塔吧，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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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不掉点不掉，走吧。人才市场，哎，不是人才市场，真有高手啊！啊，安安娜，我真的是笑死了，那个人才市场。回了回了。来拿增益。无敌出来，无敌人才市场是什么？不是，是一个很多 AD 高手的群，AD 辅助高手群。对对对，叫那个群的名字就叫人才市场。说不定会留下来。对，出完峡谷再出个炮。哎呦，我的天，老爷呀！那时男爵登场。这个地方很美。嗯，抛一下。哎，啊，跑这边。啊，哦，W 全被挡了。打牛头吧，打牛头。牛头大招吧。开了一下。大龙吧，大龙吧。两黑大龙。看一下瞎子怎么样。鬼不是活了吗？那你看瞎子光回什么事？我回来了。啊！你这个太傻了呀，哥！他想自己就这主把龙抢了，然后一个赚五个呀？那真给他晒上脸了，沙米拉，真的给你臭脸给多了。对线给你装一下，你真觉得自己是行了又？哎，我操！他有盾攻，我打不过他。你干鸡毛啊！套了，我凭什么打不过一个永恩啊？他三件套666，他无技呢，他怎么这么飞啊？这身皮肤活在我身上。永恩没盾攻了，你能秒他主播，我相信你。啊？我能秒皮肤。永恩没盾攻，但是他有大招啊。这英雄删了吧，再玩。哎，W放了什么？看后边吧。看完了，一波了，我来了。小心永恩主播。啊！啊！他用闪！哎呀，勾错，杀他！不见了，一波了。有盾啊！给报仇！杀了他！别打！我
滚滚滚，那有个滚，恶心死我了，滚！人家直接一 Q 闪，不是他那个 Q 好长啊，你知道吗？都开一往后拉了。唐娇是谁呀、啊？他闪了，那肯定唐，我都说他一闪 Q 啊，主播。他那个有点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他会闪一闪 Q